功夫练来何用？有的人用它打打杀杀，有的人用它修身立命，而我回头是岸。叶探长，这里的钱你们能拿多少？袁处长，我们警察都枉法，一定还他一个公道。三爷呀，如果穿这身警服，你跟他这个署长只会任人宰割。原来是你们害死我。左先生如果再不出去，阁下，好功夫，阁下参与，我们走。